OK， 那时候我是六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要来实测一下这一次18周年改版。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呢，这个潜能啊，在少了防御力之后呢，激励表目前是长这个样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没有错，在少了防御率这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潜能之后呢，究竟其他我们要的属性，也就是四大属性呢，会不会更容易出现一点？以几率上来讲，确实它是变高了，但至于实际上会不会更容易出现呢，我们还是亲自来体验看看才能够说的准确吧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天准备两个眼罩，一个口红，然后我们来洗闪炫，那来看看说呢，少了防御力之后属性啊会不会更好洗，而且我拿的共同装所以说也不是像直接转到对数，我在想应该会更容易许多，应该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 ，Let's go。是不是很常因为地区限制导致追剧受限，又或是线上购物担心资料外泄？那你一定要来试试最实用的 Surfshark VPN。Surfshark VPN 是一款能够透过不同国家 IP 转换，解决您因地区受限而无法观看影片或游玩游戏的问题，更能透过包含检测机制、定期安全报告等方式，保护你的网络各自安全。出国游玩的购票也能透过 Surfshark 的 IP 转换来得到更优惠的票价价差。观看影片时的地区限制也能透过 IP 转换第一时间观看你喜欢的影片。现在加购功能强大的搜寻工具 Surfshark Search，能够让你完全私密的进行网页搜寻与查询，并且秉持着无广告与无日志的原则，不会进入有任何使用资料。这部小哥 VPN 也能够以一个账号在近乎所有装上同时使用，并且还拥有30天退款保证。现在点击资讯栏与置顶流的连结，下载这部小哥 VPN， 并输入优惠码 LEOTV， 更能享有专属优惠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，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杯真奶的价钱，真的超级实惠的啦！啊，对了，现在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玩游戏首选 Surfshark VPN， 留言会抽出三位，可以各获得一组的时尚随机箱。所以看完影片别忘了到影片下方留言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洗口红好了，因为这一次的防御呢，它是把罕见和传说的移除掉，所以如果你洗传说的话，只会出现罕见和传说浅嘛，那你就不会看到防御。那如果你是洗罕见潜的话呢，其实你是会看到稀有潜的，应该是啊，所以说呢可能还是会有防御力，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啦。反正我们传说潜的话呢，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再看到防御力这个东西，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一起去看那一个仅供参考的几率，不如直接开洗。我相信没有防御之后啊，这个闪现方块跟之前相比应该会完全不一样才对。来来来来来，三十字，欸，真的都没看到防御力，真的好特别哦，有一种超级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你平常超容易看到的潜能突然间完全就不见了，平常基本上是每一颗一定都会有防御力，但现在是完全看不到，这个感觉就怪怪的，好不习惯哦。欸，哇，那个风调啊，这是口红啊，老哥，口红就不留风调啦，我要属性啊。会不会说就算少了防御，然后我们还是凑不出三排来啊，再来。但虽然少了防御，砸钱还是一堆啊！再来，哦，33信有点可惜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另外两件，那我们洗另一件眼罩，再来，至少我们今天唯一值得庆幸的，好不好？不管有没有洗好，至少我们值得庆幸的就是绝对不会看到那个该死的防御，至少我们绝对不会再看到了，是吧？欸，可是我发现就算没有防御好像还是有点难洗耶，欸，连个 33%， 对啊，又是 33%， 连个 33% 都要洗超多颗的，欸，没关系， 33% 先留，还有一个再来哦，一颗 33%， 欸，欸，这感觉可以留，欸，那要不我们再准备一件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再准备一个口红好不好，今天就洗四件就好了，绝不上头。来，我们来上看，我想要看能不能洗一个36还是39。那如果能够洗到39的幸运，我就可以拿来自己用了，拜托一下。我已经超久没洗过一个顶趴的漆黑妆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防御率消失以后，风调也太常出了吧？哎，这个风调之前有这么好出吗？再来，39、30信，至少留33。再来，
这样还是30，继续，再来，哇，还是33呢，要出个36这么困难吗？这样还是33%。好啦，那因为呢，我刚发现我身上还有一个这个顶耳啊，我想说，那不然就顺便一起把它洗一洗吧，好不好？我顺便看一下，说会不会双封双掉啊，或者是封掉呢，会不会更容易出一点？至少它看起来是把防御率的几率全部分配在其他的属性上了，合理来讲应该是会好洗一点点的吧。Let's go 啊！30性，好啦，那就先留着吧。含全属的30性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欸，这样其实今天有一点小失望，欸，虽然说是都有洗好啦，不过30敏眼罩、33力眼罩、33性眼罩，又一个33性眼罩，再加上30性含全的顶耳，然后我们总共是从258颗洗到剩230颗，所以洗了28颗。28颗洗5件，合理来讲是可以接受，不过因为全部都是洗得非常堪用，甚至是我之前可能不太会留的属性，所以说呢，应该算是还行啦，毕竟你光是少了防御力这一点啊，我相信洗起来那个感觉就完全不懂，好吧，那个心情会好很多。我们看到防御力真的是非常的肚腩，至少我们少了防御力看起来心情好很多。然后再加上说呢，这个 33% 出现的几率也不低，当然这有可能是运气问题啊。不过如果大家自己有洗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你洗起来的战况是怎么样。当然我相信这个运气成分占比还是比较重的，但以目前洗下来还有加上几率看起来呢，我觉得少了防御力这一点啊，绝对是一个好的改动，好不好？以我这么多年洗防御的经验呢，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改动。OK， 那我是六六怪小影片，记得把我加在粉丝团，记得帮我追踪一下。那如果想参加活动的话呢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玩游戏首选 Surfshark VPN， 那我会从留言当中呢抽出三位，可以各获得一组的时尚随机箱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啊，如果大家有洗的话，记得跟我分享一下有防御跟没防御的差别到底明不明显，好不好 ？OK， 大家拜拜。